吃乐开吃啦！今天我们来到了科隆的一间店，叫做明记拉拉米。听名字就知道我们是来这里吃拉拉米饭的啦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就来介绍食物吧。首先出场的有花雕酒拉拉米，我觉得它是原味的味道吧，因为其他都是有加口味。面条呢吸收了它的汤汁，所以吃起来有酒的味道，而且 QQ 的，可惜分量少了一点。下一个东洋味的，我觉得真的可以媲美泰国餐的东洋味，它不算太辣，所以吃小辣的人呢可以来试看，然后酸酸辣辣感真的是很好吃。可是我个人觉得啦，辣辣放在东洋汤的里面呢会有点腥味，而且它缺点也是一样，就是太少了。下一个我们就来吃 cheese 的口味，哇，我最期待就是这个了。一上做的时候真的是满满的 cheese 的味道，超浓郁的，想不到 cheese 跟拉拉米可以那么 match。 哇，它的汤你吸一口真的是满满的 cheese 的味道，很爽哦，所以我最推荐的就是这个啦。而且我想不到的呢，就是这里的红枣雪耳凉水也是很好喝哦，有惊艳到我。有兴趣的人呢可以来这里吃看他们的拉拉米，价钱算普通，可是味道是真的很好吃。他们也有另外一个是有加老虎虾的，就看自己喜欢吃的做选择吧。好吧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哦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